好，我们现在来做的是执行 S3 is 10 tools 这样子程式。好，我们首先测试 Arduino 的连线，我们可以直接点选 Arduino。好，当你看到这样子的时候，就已经连线成功，出现一个。Ctrl 加 C 这个哈，它意思是告诉你要中断这程式，按 Ctrl 加 C。那目前已经调整到你可以按叉叉来关闭。好，当你连上 Arduino 以后，直接点选离线版的 Switch 3。我们选左下角的加号。然后选择 Arduino 连接，我们做一个简单测试，13位，让它亮灯。我们来看它有没有亮灯哈，不是这个，好，视窗，调过去一点，好，灯已经亮了，我们把它灯熄掉，好，已经熄了。这样就可以使用。那如果你不想用离线版的，那你可以使用线上版的网站，这个 S4 Switch 3网站。好，操作方式几乎是一模一样，只是它是线上版，必须连上网络，你才可以继续操作。好，这边丢弄。好，做法都一样。啊，再来一个就是，如果你有很多块 Arduino 的板子，你这边可以选择 Port。好，目前我们的设备连在 COM3，我们把它关掉。我选择 COM3 以后，再点选 Arduino，这时候它一样会连上去。刚才连了，所以我们必须重新再连一次，重新插拔 USB 设备。好，这样就又连上来了。那这个时候是使用 COMPO 的不同的 COMPO 的连。好，这是 Arduino 连线的测试。